冬奥同学，你们好。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学习第五章投资项目资本预算。我们这一章呢，是属于财务管理比较重要的一个章节。我们近几年几乎年年在这一章都是有主观题的考核的。我们整个这一章呢，希望大家注意的考点呢是五个方面。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就是投资决策指标的计算以及应用。那么对于决策评价指标呢，我们书上它谈的实际上是有五个指标啊。那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就是属于现金流量折现法，包括净现值、现金指数，还有内涵报酬率，这是属于我们主要的啊或者基本的评价方法。另外还有两个辅助的方法，回收期和会计报酬率。那我们其实从以往的考试啊，在投资决策这一块，除了内涵报酬率啊，因为内涵报酬率它可以考我们前面，比如像债券到期收益率啊，或者说股票期望收益率啊，是考你这种。这个对于这个方法的掌握以外，哈，那像其他的指标，像净现值、现金指数、回收期，还有会计报酬率，我们以前考试也都考过这些指标，所以需要首先是要掌握这些指标的计算。那么指标的计算应该还是比较简单的。你像净现值，它实际上就是把未来的各个不同时点流量给它折现，然后其实累加起来就是各年的现金净流量的现值合计，或者说呢，你把未来的这个流量的现值减去原始投资的现值。那么净现值呢是一个绝对数指标，那么现值指数呢，只要把净现值减号变成除号，它是把未来的净流量现值去除以原始投资的现值。有的时候考试呢，它是先让你算净现值，然后接着让你算现值指数。我们也可以用一个它俩的关系公式哈，就一加上净现值率，净现值率实际上就是用一加净现值除以原始投资的现值。是吧？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来算。然后内涵报酬率就是找到净现值为零的那个折现率。可能如果真的需要我们算的话呢，我们要通过逐步测试，结合内差，找到使得净现值为零的那个折现率啊。当然，如果要是未来的每年的流量是符合普通年金啊，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利用年金现值系数，然后结合内差法来求，是吧？总而言之呢，就是它是使得净现值为零的那个折现率。那么我们这三个指标啊，都是属于基本的评价指标。都是以现金流量折现为基础的啊，那么它们有共同点。首先呢，就是说这些指标它都是要考虑所有的这个现金流量的，另外呢，它们对单一方案评价可行与否的时候，结论一定是一致的。就是净现值如果大于零，因为净现值是减嘛，那你的现金流一定会大于一，那么内涵报酬率就一定会大于资本成本率。就是如果大于都是大于，如果等于都是等于，如果小于都是小于，是吧？所以对于单一方案评价可行与否，他们结论一定都是一致的。所以既然是这样，对于单一方案评价，可能考的最多的就是净现值了。只要净现值大于零，那这个方案就是可行的，是吧？如果是等于零呢，实际上接受和这个不接受其实是无所谓的，对吧？因为它是我们折现率资本成本是一个必要报酬率，也就是说这个钱你刚刚打我的最低的必要报酬。所以，我这钱投你这项目可以，投其他项目也可以，所以等于零也可以接受，可以这么来说，是吧？但是如果小于零，就应该是放弃的哈。但是我们这三个指标也有不同的地方，净现值是绝对数指标，反映是投资的效益，而现值指数、内涵报酬率都是相对数指标，是反映投资效率的。但是也要注意啊，因为现值指数它的指标计算呢是需要预先设定折现率的。而这个内涵报酬率是我们自己去找到，使得净现值为零。在算的时候，我们经常要利用逐步测试啊，结合内差去找到净现值为零的折现率。所以就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现值指数它的指标大小，包括净现值也是这样哈，它会受到折现率高低的影响，甚至你这个改变折现率，有可能会改变方案的优先次序。但是内涵报酬率它的指标大小是不受折现率高低的影响。因此呢，即使我们现值指数、内涵报酬率都是相对数指标，那么它在选优的时候也可能会有冲突。可以说，这三个指标在做这个方案优选的时候都有可能是不一致的啊。我们这里面也举了一个例子，你像 A、B 这两个项目，比如说我们选投资额是一样的哈，但是 A 项目的现金流呢是前期少后期多，B 呢是前期多后期少。然后我们就以现值指数来让你选优的话，假设第一种情况折现率是10%的时候，让你考虑 A 和 B 的现值指数。我们算了一下呢，
那很显然 A 是好的，对吧？也就是说我会选 A，A 比较高。但是呢，现金流量没有变啊，期限也都没有变，我只是改了折现率。假设我的投资人要求的必要收益率变成20%了，那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算出来的这个现值指数呢，反而就是 B 比较高了。所以，你用现值指数去决策到底是 A 好还是 B 好，那要受你折现率的影响。如果折现率是10%，我会说 A 好；折现率20%呢，我就会说 B 好了，是吧？所以改变折现率甚至会影响到方案的优先次序。但是内含报酬率，它的指标大小是不受折现率高低的影响的，对吧？我们是通过自己去，逐步测试去找到使得净现值为零的那个折现率，它是方案本身能够达到的那个折现率，不受外部折现率高低的影响。所以内含报酬率呢，你看我们算出来的结果，它就始终认为 B 方案好。所以如果我告诉你，当折现率为10%的时候，现值指数的选优的结果和内含报酬率选优的结果，它实际上就会有冲突，对吧？所以不要认为相对数指标的决策结论是一定是也会有冲突的。另外还要注意一下什么呢？就是内含报酬率这个指标，它实际上是有缺点的。就是如果我们遇到这种非正常的现金流，什么叫非正常呢？就是说我们可能一般来说，谈到这个所谓的这个正常流量，就是说，初始是投资，是现金流出，然后后面就是回报，都是流入了。但也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碰到，初始是流出，然后开始有回报，然后中间又追加投资，又有流出了，然后接着又开始有流入，然后最后又流出。如果遇到这个现金流的方向啊，就是变换多次。你像我们一般谈的所谓正常流量，就是只变一次，就是刚开始比如都是负，然后呢，最后变成正了啊，或者说是像那个筹资的流量，筹资是刚开始都是正，然后变换一次，然后后面就是负，对不对？你刚开始有现金流入，那你将来是要支付利息、偿还本金，所以它符号变一次的啊。那么我们投资的流量是刚开始是负，是流出，是负的，然后未来是正的，也是中间只变一次。但是如果流量的符号变换多次，就有可能你算出来，多个使净现值为零的折现率，那这样的话就会等于说就是这个内含报酬率失去意义了，有的时候还会导致错误的决策，是吧？你像我们这里面举这个例子，因为它的流量初始是100啊，第一年是流入，到第二年又是流出了，那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项目，比如说初始要有大笔的投资，中间可能有回报，到项目终结，对吧？比如说我们以核电站项目为例。那你到项目中间，你要处理核废料啊，把它分离起来，又是大笔投资，所以又是很多流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会算出来多个使净现值为零的这种折现率了。像我们这道题，10%还是20%呢？那就没有意义了，是吧？所以这是内含报酬率它有它的缺点。我们再来看辅助的评价指标，有两个：回收期还有会计报酬率。回收期呢，按照它是不是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又可以进一步分为静态或者说所谓非折现回收期和动态回收期，是吧？可以分为静态和动态。那么静态回收期或者所谓非折现回收期呢，它的计算的方法就是原始投资如果要是一次支出，未来的每年流入相等的情况下，那我的回收期就是用原始投资额除以每年那个等额的现金流。那如果遇到就是我们的投资是陆续投，或者说现金流量不等。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就是要用累计流量法，是吧？就是要累计找到收回原始投资所需要年限。当然，我们有一个公式哈，但这个公式不用去背。我们可以结合例子来看，比如说我们遇到这个现金流量是不规律的，像我们这道题，初始是流出，然后呢，未来流量呢，不是完全相等的啊。因为如果完全相等，你就可以直接拿原始投资除以每年等额流量了。如果不等的话呢，我们就算一下累计流量。这个累计流量法，它实际上是一般方法，不管信息流量相等还是不等都可以用，对吧？你就去累计一下流量，那累计流量你可以看到，第二年是负的，第三年就为正了。因为我们如果是流出，是吧？那就说明你如果为负，说明还没收回来这个投资，对不对？为正就说明收回来了，所以我可以肯定它回收期是二点几年。那既然是二点几年，就是二加上一个第二年的尚未回收额，因为第二年还没有收回来，因为是负的嘛。这个负的表明还没有收回的投资，对不对？然后记住分母除什么呢？一定要记住除的是下一年的净流量，不能去除累计流量的，对吧？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公式啊，
应该是用，比如说你一看第 M 年它的累计流量是为负的啊，因为我们设 M 是收回原始投资的前一年，等于说这一年还没有收回投资，它的累计流量为负的，下一年是为正的，那我的回收期一定是 M 点几年，所以就是 M 加上一个分子是第 M 年的上位回收额，这样就那个累计的那个负的流量取绝对值嘛，负的表示没收回来，对吧？分母呢就是一定是除的是下一年的现金净流量。不是除的是那个累计，是除了下一年的净流量哈，这是它的这个静态回收期。那么动态回收期呢，就是要考虑资金时间价值的情况下啊，收回投资所需要年限。它的公式跟我们刚才讲一般公式很像，也是 M 加上 DM 年的上位回收额，但是要考虑它的现值，上位回收额现值，分母就是 DM 加一年的现金净流量的现值。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遇到让你求动态回收期的时候啊，首先我们把这个净现金流量给它折现，就是把流量乘上复利现值系数，得到净现金流量的现值。然后呢，你把这个流量的现值给它累加，就算一个累计的净现金流量现值。然后我们再去累计，啊，如果累计为负，说明怎么样？还没收回来。累计为正就收回来了。其实像我们前面讲过，什么叫净现值？就是各年的净现金流量的现值合计。啊，像我们这道例题，比如说你像这个，它就是净现值。对吧？它是把所有的流量累计的流量的净现，它是净现值，是不是这样啊？那我们可以看它这个是大于零的啊。那么，但是第二年还是小于零的，所以我可以肯定回收期是二点几年，那就是二加上一个第二年的上位回收额，但是要考虑时间价值啊，就是上位回收的那个投资的现值，就是要当然要取绝对值啊，除以下一年，一定要记住除的是下一年的净流量的现值，所以要会计算啊，有的时候考试。让你求净现值，顺便让你求一下动态回收期，是吧？那我们应该会计算。那么对于回收期这个指标呢，它的这个优点是容易理解，是吧？就是我们都是希望回收期越短越好，而且它可以大体上衡量这个方案的这种风险。一般回收期短，那它的风险小，是吧？但它有缺点，就是没有考虑所有的流量，所以它呢是只能衡量流动性。不能衡量盈利性，就是没有考虑全部的流量，是吧？就像我们随便举个例子，大家来理解它的特点。假如说我们有这个两个方案哈，这个初始投资100万啊，第一个方案，比如说每年收回50啊，但第三年它是收的比较多，比如60。然后第二个方案呢，它也是初始投资，比如说我告诉你100啊，也是前两年假设是一样的啊，比如说50，但到了第三年呢，我就比较少，只有20。那么回收期这个指标，它是没有考虑回收期满以后的流量，就是你一看到这两个方案，你会说它俩一样好，为什么呢？因为回收期都是两年，对吧？我们就用静态的理解，都是两年收回这个投资。但实际上，我们要是如果考虑全部的流量呢，这个第一个方案啊，第三年的流入是比较多的，第二个方案的第三年流入少，但是回收期它不考虑回收期满以后的，它是不考虑回收期以后的流量。所以它只能衡量流动性，就几年收回投资，但是不能衡量盈利性，因为它没有考虑全部的这个流量，是吧？这是它的一个缺点。那我们来看第三个会计报告率，我们刚才讲了回收期，它没有考虑全部的这个流量，所以它不能够衡量它的这个盈利，是吧？那如果我想要衡量它的盈利，想用一个比较简便的方法来衡量，可以利用会计报告率。会计报告率呢，它是要根据所估计的项目整个寿命期的年平均净利润。然后呢，和这个所估计的资本占用去对比，是吧？因为我们可能每年的利润不同，所以要把各年利润加起来除以一个我的寿命期，得到你的年平均净利润。然后分母呢，就是我们的平均的资本占用，或者说你用这个初始的原始投资。到底怎么来做？我们书上谈两个方法，第一种就是把原始投资作为资本占用，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认为，因为它比如说我们投入固定资产，因为你要提折旧嘛。所以它的账面的净值是逐渐在下降的，啊，所以初始的时候好像是我们固定资产投了，比如说1000万，但因为不断提折旧，它账面价在下降，到最后就只剩下一个残值了。所以我要考虑平均资本占用，是1/2的年初加年末，就考虑平均的资本占用，啊，就是这样一个方法。那么这两个方法到底哪个好？这个没有说是哪一个是怎么样，只要是你决策的时候口径一致就完了。考试的时候，他如果真的让你求会计报告率，他会提示你，
啊，他如果告诉你说把原始投资作为资本占用，或者说根据这个平均资本占用计算会计报告率，那他已经提的是根据平均资本占用了，那你就考虑二分之一的期初加期末是吧？是一个简单的样一个算法哈。那么这个指标会计报告率的话，它是可以衡量盈利的啊，就相比较回收期来说，它考虑了整个寿命期的全部的利润，对不对？所以它实际上是可以衡量盈利，但它的缺点就是它没有利用现金流，所以这样一来呢，就是忽视了折旧对现金流的影响。因为我们比如说你要算营业现金毛流量，是用我们的税后经营净利润加折旧摊销，但现在呢，你只考虑它的净利润，不考虑它的折旧摊销，所以就是忽视了折旧对流量的影响，这是它的一个缺点，而且也没有考虑时间价值啊。我们可以来对比一下啊，我们这几个指标，其实包括把如果把回收期再分解为动态、静态啊，那实际上我们就可以有六个指标了。这六个指标呢，大家注意啊，只有会计报告率它是以会计的收益为基础来算的，我们的其他那些指标都是以现金流量为基础来算的。但是对于这个动态回收期还有静态回收期啊，他们虽然也是考虑流量，它不是考虑全部的流量。只是考虑回收期满以前的流量，而对于净现值、现值指数、那些报告率是考虑全部的流量，对吧？那么我们这些指标里面呢，当然对于这个会计报告率还有静态回收期是不考虑时间价值，这都比较简单，对吧？另外注意指标之间的关系，对于都是以现金流量为基础计算的指标，它们会有一个必然的关系。那一个什么样的这种关系呢？就是特别是像动态回收期，哈。这个动态回收期，因为它也要考虑时间价值，也是以现金流为基础，都是希望越短越好的。但是净现值啊、现值指数，还有这个内涵报酬率，我们希望它高一些好，对吧？那么我们其实就是可以这么去理解吧，就是回收期是一个反指标，是希望它越小越好的。那其他指标呢是正指标，希望越大越好的。那么如果要是净现值大于零，我们在前面讲了，如果净现值大于零，那我的现值指数一定大于一，内涵报酬率一定是大于我们那个资本成本率就是设定的那个基准增现率的，是不是？那么我们的动态回收期呢？既然你净现值大于零，那就说明你累计的现金流量的现值是收回了什么呀？那个原始投资的，你要收回原始投资，所以它的回收期它一定是在项目寿命期之前就能够收回来，对吧？所以就必然有一个动态回收期一定是小于寿命期的。那如果净现值为零呢？那就说你所有的流量刚刚弥补原始投资，那就把所有项目寿命期的全部流量，你都得要考虑去回收这个投资才能够回收得了。所以如果净现值为零，那你的动态回收期它就等于寿命期。那如果要净现值小于零呢？就是你这寿命期内所有的流量都不足以弥补原始投资，所以它的回收期会超过寿命期，是吧？这是它们有一个必然的关系。那然后静态回收期怎么办呢？你就记住，静态回收期啊，它是不要考虑时间价值的，不用去把流量去折现，所以它的结果就是静态回收期，它一定是比我们的动态回收期一定是小于动态回收期的，对吧？因为它对未来的流量大嘛，它不用去折现嘛，它一定是可以比较早的收回，你可以这么来说，就是你就记住它的关系哈，就静态回收期一定是小于动态回收期。当然，我们现在都是针对那个正常现金流量的哈，就是前期是流出，后期是流入这样的。那么静态回收期，由于它没有折现，所以它呢可以早一点收回投资，所以静态回收期一定小于动态回收期，你就这么来记。然后呢，我们考虑时间价值的以现金流量为基础的，它们是有必然的联系。但是会计报酬率，它是以会计的这个收益成本为基础的，它不是以现金流量为基础，所以它的结果和我们这个有关现金流量为基础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啊，不一定啊。我们可以结合例子来看，这个实际上也是我们以前的考题，我们就把它所有的短这个选项都给它汇到一起。比如说，我们告诉你说，这个就是甲公司要投资一家专卖店啊，这个寿命期是6年啊，项目寿命期6年，资本成本8%。说假设营业流量都是发生在投产后的各年末，那就是我们前期投资未来的流量是发生在投产以后各年的哈。说假设投资的现值指数大于一，大家想，既然现值指数大于一，那么方案可行，那净现值呢一定是大于零。
利润毛利率有一定大于资本成本的，那动态回收期呢，就一定会小于项目寿命期，对吧？因为净现值大于零嘛，那说明他提前就能收回投资。你说项目寿命期的所有的流量弥补完投资以后是正的，所以它的回收期，动态回收期一定是小于6年。那静态回收期呢？因为我们讲静态回收期一定小于动态回收期。你想动态回收期都小于6年，那你静态呢？那静态也一定会小啊，对吧？也一定会小。那会计报告率说一定大于百分之八，这个不一定的，因为它是以会计的利润为基础，它没有考虑这个折旧摊销对流量的影响，所以这个不一定，是吧？所以我前四个是对的啊。那现在我们再来看对于互斥项目的优选。如果我们多个方案彼此相互排斥，就只能选择一个最优。那么这时候呢，要以净现值法的结论作为我们的选优的依据啊，因为对于互斥方案来说，我们只能选一个方案。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在乎的是它给我带来的回报额，而不是那个相对的那个百分率的。所以，互斥方案以净现值法的结论作为我们的选优的依据。只要寿命期相同，那你就可以哪个净现值大选哪个。但如果寿命期不同，可能就不可比了。比如说，一个3年的项目和一个6年的项目，你用3年的净现值和6年去比，就不太可比。所以，对于寿命期不同，我们有两个方法，一个是共同年限法。这个共同年限法什么意思呢？它要假设这个方案可以重置。就比如说我刚才说一个3年，一个6年，那我们说3年和6年不可比怎么办？那个3年的项目，我们就假设它可以重置，3年之后它还可以怎么样继续运行？就是等于说我再运行一次，不是说继续，就是哎我再做一次3年投资，所以它假设方案可以重置，所以我通过重置找到两个方案最小公倍寿命期，是吧？我们一般以最小公倍寿命期作为共同年限。那么既然是有共同年限了，那你就可以比较净现值了，就是用共同年限的净现值，看哪一个净现值大，选哪个。我们书上这个例题，比如说你像 A 和 B。A 方案的寿命期6年，B 是3年，是吧？A 的净现值12,441万元，B 呢是8,424万元，一个是6年，一个是3年。我们说不能直接拿净现值去比，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因为它又是互斥方案，也不能拿内涵报酬率。那这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就是假设 B 方案可以重置，是吧？就是 B 方案，我在这块我接着，我还可以再怎么样？我再投。就是17,800，如果要标明方向，我是流出，是吧？17,800，然后呢，未来的流量，3年月薪七千，13,000，12,000，对吧？那你这样一来，我等于说 B 方案运行2次吗？那不就也是6年了吗？那你就可以利用6年，把所有的流量，是吧？也就是我们对于 B 方案运行2次，对吧？这是第一次运行，然后第二次在第3年末我再接着运行。然后我们累加一下它的这个现金流量，6年的各个时点的不同的流量我有了。让你求净现值，那就把所有的各个时点流量的现值给它累加起来，就是净现值，就各个时点净现金流量的现值合计，对吧？另外，我们也可以怎么来做呢？就是说共同年限法，一个就是我们把这个各个时点的流量，就是重置以后的啊，然后的最小共倍寿命期的流量依次去复利现值。或者我们也可以用重置净现值法，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像我们 A 方案自身有一个净现值，它是给了我们说 A 的净现值呢是12,441，是吧？然后 B 方案净现值呢是8,324，那 B 方案的净现值这是3年的8,324，那你看我们的 B 方案啊，那这 B 方案就什么意思？我把所有的流量都折到这个零时点的话，那它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有一个净现值。有一个8,324，对不对？就把所有流量都折过来嘛。第二次运行呢，所有的流量都给它折到第三期末，又有一个8,324。所以实际上你就可以直接重置净现值，就不用重置流量了。就是它运行有几个净现值呢？零时点我第一次运行有一个8,324，3年后我又进行运行，我又有一个8,324，因为我要运行2次。是吧？二三得六嘛，一次是3年，那两次才是6年的。然后我就直接把8,324去复利现值就是了，对吧？所以你看，我们用两种方法来计算啊，一个就是用我们这个重置后的各个时点不同的流量，那就麻烦一点，一次复利现值就是了，对吧？但是还有一种就是直接重置净现值，
这个第一个经验只有零时点，第二个经验值是在第三年末的。第三年末你刚刚去投嘛，对吧？然后把它乘个37的复利限值系数。这是第一种方法，共同年限法。那么共同年限法呢，它需要找到两个方案的最小公倍寿命期。那如果我们告诉你说有一个方案是3年，一个方案是7年，那它俩的最小公倍寿命是多少年？21年。那21年的话，那你第一个方案3年就要运行7次，而第二个方案要运行3次，那就很麻烦，对吧？所以其实我们一般来说考试，主观题的话，主要考的是等额年金法，是吧？共同年限法，它如果真的考，就顶多像我们书上那种比较简单一点，就是一个3年，一个6年，你顶多是有一个方案重置一下就可以了，是吧？掌握这个就行了。但是考的比较多是等额年金，等额年金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净现值给它平均到每一年。对吧？因为你不是说年限不同吗？那我就用这个年平均的净现值去对比。那求这个等额年金什么意思呢？就是已知净现值了，把所有的流量我都折到了期初了，我有净现值，我让你平均到每一年去，就已知净现值求它的年金 A，已知现值求年金 A。所以这个因为我们有这个公式嘛，现值。是等于年金 A 乘上年金现值系数。那现在呢，我们是知道 NPV 啊，也可以查表得到这个系数，让你求 A。所以这个等额年金就是用净现值去除以年金现值系数。那这个 N 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项目的寿命期，是吧？就是你的项目的寿命期。然后呢，如果遇到让你做多个互斥方案的优选。其实，如果两个方案它的投资人要求的必要报酬率是一样的，你就用等额年金去对比谁高谁低就行了，对吧？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会碰到两个方案的风险不一样，折现率不同，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个等额年金去除以 i，就是算一个永续净现值啊，用 a 除以 i。当然，我们的决策原则也是选择永续净现值最大的方案为由。其实，这个等额年金它是。相当于是一个，你看我们前面的共同年限是最小公倍寿命，我们这是最大公倍寿命，是吧？都是无限期的净现值，让你去对比。我们也是结合例子来看啊，你看它这道题已经给了我们 A 的净现值是1241，B 呢是8324，但是 A 是6年，B 是3年，那让你求用这个等额年金来对比的话，那我们实际上就是可以直接拿净现值去除以 A 得除以6年的，B 呢是除以3年的。当然，你也可以进一步算一下永续净现值，就是把这个等额年金除上一个折现率，得到我的永续净现值，然后看哪个高，选哪个就是了，是吧？对于共同年限法和等额年金法呢，他们实际上啊都是假设方案可以重置。你像等额年金是假，它可以无限重置，因为你最后要算永续净现值是可以无限重置，所以它实际上是有局限性的，因为我们在实务中啊。有的时候，这个因为技术进步比较快，所以你不可能同样去复制它，就是你不会说永远都是这个项目，对吧？你可能这个产品就被淘汰了。然后第二个就是通货膨胀严重，我们这种方法你要用它的话就会有问题，就是你现在买这设备便宜，你这个3年后你再买就没有那么便宜了，你得花钱花得多了。但是它没有考虑的，是吧？这两个话都是假设，也可以原样重置。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都是假设它可以原样重置，包括回报都是重置，但是竞争啊会使我们的利润下降，而且甚至有可能会被淘汰，对吧？那这两个话都没考虑，所以它实际上这两个方法有一个缺点，是吧？就是缺点的根源在于它是假设方案可以重置，但是我们说，可能不能重置，是吧？因为通货膨胀的问题，因为技术进步的问题，还有竞争会使设备淘汰的问题。所以在实务中啊，只有重置的概率很高的项目才可以用这个方法。如果重置概率不高，那我们年限如果差别不大，可以直接比较净现值。我们再来看对于独立投资项目，它的这个组合的问题啊，因为你像我们前面讲的互斥方案是彼此相互排斥，你只能选择出一个最优的。但对于独立方案呢，方案之间是它是可以等于说是互不干扰，可以同时共存的。是吧？但有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的资金有限制，那么就要考虑在资金限度内，使得净现值合计最大的那个组合作为我的最优组合。
当然，如果资本总量没有限制，那就是只要是可行我就投，因为它互不干扰嘛，对吧？所以可以都可以同时都要选择。但如果它资金总量有限，那就要选择在资金总量限度内，使得净现值合计最大的那个组合作为最优组合。所以还是考虑净现值，对吧？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考点，就是投资项目现金流量的估计方法。其实大家看我们在前面第一个考点在介绍投资决策评价指标的时候啊。我们的决策指标除了会计报告率以外，其他的指标都是以现金流量为基础的。所以在考试的时候，如果考你投资决策，首先要我们自己要会计算这个现金流。那么对于现金流的这个确定呢，因为我们是一个长期的投资项目，就特别重视啊按时点，就这个现金流这个不同时点它的流量是多少。考察这个现金流量呢，是要考察整个项目寿命期的流量。这项目寿命期指的是从投资建设开始，一直到项目终结，整个寿命期。那我们要算整个寿命期的流量。我们一般来说，把项目寿命期啊，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建设期，就从你投资到我能够正式投产，可能有一段时间，对吧？因为你平整土地、建设厂房啊等等，都需要花时间。在这个建设期这段时间，它通常主要是流出，因为这时候还没有生产运营呢，就没有流入，所以主要是流出。那等到我们从投产到项目终结到了营业期的时候呢，那我们就会带来营业的一些现金的回报了，是吧？另外呢，在项目终结点呢，因为我们这个项目不干了，可能要清理，那我们可能清理会有一些回收的残值啊，甚至当然清理也可能也会有一些清理的费用支出，对不对？那你项目终结就有一些回收的有关流量。所以，我们对于现金流量确定啊，如果他考试，他是考我们这个，就是不用你填表，他就是让你确定一下啊，让你确定一下我们建设期的流量，让你算一下营业现金毛流量，让你算一下回收的流量，那我们就按它的这个特点是吧？那我们现在就先来看第一块建设期的流量，建设期的流量呢，主要是流出。其实，在项目投资决策让你算的现金流量，你看我们谈到现金流量。有流入也有流出，对吧？但其实我们想要你算的这个流量是一个净流量的概念。什么叫现金的净流量呢？就是用你，因为你要考虑特定的时点，我们一般以按年啊，当然这个年不是会计年，是投资项目的年，对吧？就比如说我们准备，这个随便说啊，我们说5月1号准备要投资了啊，那么你不用考虑5月1号投资，那么我们是不是这一年就只有？就是8个月的这个收入成本不是这样的，那就是5月1号那个投资的时点，我们作为你的临时点，然后往后顺延一年为一个计息期，一般都是这样的，对吧？那我们对于这个现金流量呢，我们就考虑这个项目的这一年，就是考虑这个用当年的这个现金流入减去当年的现金流出。因为我们要考虑特定时点的现金流量，是一个净流量的概念，是用当年的流入减当年的流出。那么在建设期呢，流入是零，流出就是你的投资额，对不对？所以零减去原始投资，那就是负的原始投资额。那我们的原始投资包括什么呢？我们既要考虑长期资产的投资，就是这个资本性支出，是吧？比如说你要购买固定资产啦，购买无形资产等等，你既要考虑资本性支出，还要考虑什么呢？流动资产的投资就是营运资本的投资，那么这营运资本投资呢，我们是把它称为是垫资的营运资本，因为营运资本是帮你周转的，对吧？因为也就是说你是流动资产是一年或者一个营业周期可以周转回来的，所以对营运资本呢，它实际上，从原理上讲，每个营业周期初始垫资周就是营业期末就要收回来，但是呢，你这个。未来还要持续经营嘛？那你接着下一期的期初又要投进去，然后又要收回来，所以中间这个时点一收一投就抵了。所以通常是在初始去投，项目终结呢给它收回来，它实际上是这样一个，所以它是垫资的，是帮你周转的一个营运资本。还有一点要注意什么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碰到，就是说利用旧设备啊，比如说像固定资产更新啊，我们就要让你确定，如果我继续使用旧设备。那它的这个初始流量怎么考虑，对吧？或者说我们虽然是新产品的投产，但是我告诉你说呢，不需要买，不用花钱买设备了，可以利用原来的一台旧设备，
啊，那旧设备本来是要卖掉的，现在我们不卖了，你可以利用它来生产新产品。那这时候你就要考虑机会成本，要考虑丧失的变现流量。啊，这是谈第一块，就建设期的流量。那么建设期的流量，你像这个长期资产，就是对于新建项目投资，这个都比较简单。可能就是大家在考虑这个流量的时候呢，就是需要大家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时点这个问题。我刚才已经谈到，就是你不用考虑会计年度是几月几号，我们一般就把第一次流出那个点给它设为零时点，然后以它为基础，一年为一个计息期，对吧？然后呢，对于我们的原始投资，我们一般认为投资应该是在期初投，对吧？除非有明确的这个指明，他告诉你说，比如说，我们是请这个施工队来垫付资金，是吧？然后呢，就是说他们先干活，然后后付钱，或者是我们只需要投一点啊，然后呢，以后的钱是陆续投。他给了明确的时点了，那你按他的明确时点来。如果没有，我们就认为发生在每个计息期期初的。但对于我们的这个有关收入啊、成本，包括一些有关的那些税金，是吧？如果没有特别指明，都是在计息期末取得的。但是固定资产更新决策除外啊，因为对于更新决策这块，我们考虑丧失的那个变现流量的时候，通常那个税和它是在一块发生的。但是对于正常情况下那些营业的收入成本，还有我们一些有关这个税金啊，一般没有特殊指明，它都是假设在计息期末，就在期末就发生。是吧？这是它的一个，就是等于说估算的一个假设。我们先来看，就是对于建设期的这个流量这一块啊，其实我们对于如果是新购买固定资产啊，或者新购买无形资产，那个没有问题，就直接就作为你的流出就完了，对吗？但是呢，如果要是他说我们生产这个新产品可以利用原来的旧资产啊，或者说我们后面要讲更新决策也是这样，是吧？就要如果我要利用原来的旧资产，那么在考虑利用原有旧资产的时候，那么这时候我们要考虑一个，就是所谓机会成本，就是丧失的变现流量。那么考虑丧失的变现流量呢，实际上我们有一个，就是这个，可以说有一个基本公式吧，就是负的，就是括号里面是变现价值加上变现损失抵税，或者减去变现收益纳税，对吧？这个整个括号这里面啊，它实际上就是我们实际上就讲的是，假设我要卖资产。对吧？如果这个，我们不利用这个旧设备，这本来可以把它卖掉的，对不对？你要把它卖掉的话，它能够卖多少钱？那首先一个是我们的变现价值，另外一个呢，我们要只要卖资产，你得考虑是亏了还是赚了，对吧？你就要把这个变现价值和账面净值去做对比。如果呢，我们的变现价值比较高，账面净值低，那就说明多卖钱了，是。属于清理收益，对吧？就说明资产处置收益啊。那资产处置收益，那你实际上会增加你的利润，你就要多交税，所以你就要减去这个我们的这个清理收益纳税。但是如果要是反过来，你的变现价值比较低，账面净值高，那就是清理损失了。那清理损失的话，那我们会导致这个资产处置损失，会使利润减少，那就会少交税。所以我们的公式呢，就是说这个括号里面，就是说我卖设备的流量，变现价值加上。这个清理损失抵税，或者是减去清理收益纳税，但因为我们现在是要利用这个旧设备，所以它就会丧失，所以就把这个出售旧资产可以获得的流量，整个外面加个负号，作为初始的丧失的变现流量。就是说，如果要利用旧资产的话，我们会有这样一个公式，是吧？那么在考虑的时候，主要其实你看，一般来说考试的时候，变现价值一定是已知的了，但是这个到底是变现损失还是变现收益呢？就需要自己去确定，把这变现价值和账面净值去对比。账面净值就是一个会计的这个概念，就是我们的原值减去已提折旧，因为是旧资产嘛，它已经用了一些年了，所以我们就要把原值减去已提折旧得到这个账面净值，然后用变现价值和它去对比，是吧？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啊，他告诉我们说，为了生产新产品，可以利用现有的一台闲置设备，该设备是8年前以4万元买的，就是一个原值是4万，对吧？税法规定的择旧年限10年，按直线法提折旧，预计的残值率10%，我们计提折旧一定要按照税法的规定。所以像这道题的话，你看他告诉我们，目前可以按照10000元的价格卖出，那这10000元呢，指的是当前的变现价值，对吧？
那么他现在问的是什么呢？利用现有设备对本期流量影响。那你要利用这个设备就丧失了，就说你就不能卖了，就会丧失变现价值。而且你要知道，你只要卖资产，一定要考虑它卖亏了还是卖赚了，所以就要把变现价值和账面净值去对比，所以就要算一下这个账面净值。那账面净值是原值4万，减去已提折旧，这个是8年前以4万元买的，那就说明提了8年的折旧了。那我们折旧的计算呢，按照税法的规定，它告诉我们按直线法，那就是原值4万乘上一减去残值率。然后再除上一个折旧年限10年，然后我们计提了8年的折旧，对吧？所以原值减去已提折旧就是我们的账面净值。然后你把这个和我们的这个变现价值去对比，是吧？那你看我们算出来的这个账面净值是11200，这11200的账面净值，你目前卖呢可以卖1万，是不是卖亏了呀？所以我们是清理损失是一个损失，少卖钱了，少卖多少钱呢？少卖了1200。那因此，我们利用设备对本期流量影响呢，那就是我会丧失掉负的（括号里面），首先我会丧失1万块钱的变现价值，另外呢，损失抵税，我们说加上一个损失1200乘以25%，但是整个外面加负号，是吧？所以负的括号里面变现价值加上变现损失抵税或者减变现收益纳税，是吧？这是有关如果利用旧设备的话，我们这个机会成本这块的流量怎么算哈？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对于就是营运资本的这个垫资的这个估算啊，也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投资不仅要考虑固定资产投资、无形资产投资，还要考虑流动资产的一个投资，是吧？那我们这个营运资本的这个估算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讲过的，就是实际上是一个经营营运资本。大家知道，经营营运资本是用经营性的流动资产减去经营性流动负债，但是我们这个垫资营运资本指的是一个增加，是一个增量的。为什么要强调增量呢？因为我们比如说可以这么来说啊，假设我告诉你，我初始营运资本我们需要垫资100万。什么叫营运资本？一个营业周期可以周转回来。就是说到年末，它就可以周转回来，对不对？但是呢，你怎么样啊？你下一年还得要生产啊，你下一年还得再投进去，所以一收一投，中间假设我们要是营运资本的需要量不需要扩张，一收一投，一收一投，中间就可以约了。到项目终结，你是可以真正的才不干了，收回来了，不用再往里面投了。所以我们是初始垫资，项目终结收回。但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流动资产的这个需要量，它有的时候会变化，对吧？因为我们一般来说都是假设，经营营运资本占收入的比不变嘛，它会告你这个经营营运资本占收入的比。那如果是这样，假设我告诉你，我们第一年的营运资本，因为刚刚开始第一年，我们市场还没拓展呢，所以它的营运资本，销售规模小，营运资本也小，只需要100。然后我说我第二年我就需要多了，我第二年需要200。但你看你第二年需要200的话呢？你需要的是200，但是因为这个有100是可以周转回来的，所以你第二年需要的200怎么办呢？你只需要再给我增加100就行了。那也就是说，我们在做题的时候，一般就是先算一下每一年的经营营运资本它的规模，因为考试一般会给你经营营运资本占收入的比，你拿收入乘以经营营运资本就可以得到经营营运资本的数。那假设我告诉你，我们第一年的年初，因为我们营运资本也是投资，发生在每期期初，对吧？那么我们第一年的营运资本需要100，第二年需要200啊，比如说第三年我们是需要250，是吧？然后呢，这个以后呢就250就够了，就是这样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再考虑我们的这个垫资营运资本这个这个有关的这个数额的时候，它是一个增量的概念，指的是增加的经营营运资本，对吧？所以我们需要投入的这个营运资本，我们要考虑这个投资额是本年减上年。你看零时点是100，以前有没有？以前没有啊，那就是100减0还是100。但第二年呢，我就200减100，那就增加了100。第三年的250减去250，那第四天呢，那不用了，因为它都250就够了，没有需要增加的了，那就靠它周转就够了。所以营运资本的投资是一个增量的概念，
是增加的经营运资本。我们一般在算的时候，先把各年的营运资本得到，然后用本年的经营运资本减去上年的经营运资本，就可以得到你需要增加的经营运资本，是吧？而且营运资本它呢，实际上是帮我们周转的，初始投资项目终结要收回来的。项目终结收回来，就比如像我刚才这道题，假设我们到第十年末我们不干了，那你可以，因为你第十年的相当于我们这个第十年初就第九年末哈，那我们可能这个营运资本需要是250，但是你到第十年末怎么样？应该收回来了吧？就收回250，而且这个250，你看为什么是250？临时点有100，然后第二年又追加了100，有第二年初、第三年初的追加50。就是项目终结，你收回的这个营运资本，就是以往垫资的营运资本的合计。而且大家要记住，和营运资本相关的流量哈，你看我们这里面写的是这个营运资本投资。那如果让你填流量，流量是有方向的。如果让你考虑流量的话，那就相当于我这道题临时点的流量是负的，负的100，对吧？然后这块呢也是负的100，这个投资嘛，那这块是负的50。等到项目终结收回来的时候是正的，所以我呢。以往垫资的营运资本的合计，你项目终结就要给它收回来。如果不考虑时间价值的话，它加起来应该是为零的，对吧？就是说，它就是按照它原来的情况要收回来，加总起来一定要为零。不考虑时间价值的情况下，它就加起来是零的。下面我们来看一道例子啊，它告诉我们说，这甲公司经过调研呢，预计 W 项目的游客服务价格是每人次200元。预计呢，第一年可以接待游客3万人次，第二到五年的项目呢将满负荷运营，预计每年可以接待游客4万人次。然后为了维持 W 项目正常运营呢，预计需要按照营业收入的20%垫资营运资本。然后垫资营运资本是于各年年初投入，在项目结束时收回，让你分析企业目前营运资本相关的流量。啊，那我们可以来看啊，因为我们一般来说它会。告诉你，因为经营运资本占收入的比，它通常会给我们，是吧？你像我们这道题就告诉你是按照收入的20%啊来考虑这营运资本的这个投入的问题。那我们首先就要把销售收入得到啊。那收入是什么呢？单价，就是因为它每人次的价格是200，第一年的人次3万人次，就相当于这是我们的单价，这是我们第一年的销量。而这个第二到五年的销量呢，它都是4万人次。啊，等于说我们第一年销量少一点，以后人销量多一点，所以我们先求销售收入，单价 P 乘以销量 Q，所以第一年200乘以3万，那就是600万，第二到五年都是200乘以4万，800万，所以我们先把每年的收入给它算出来，然后呢，他又告诉我们说呢，就是营运资本占收入的20%，是吧？就通常考试会告诉你这个需要这个垫资的营运资本占收入的比，他告诉我们是占收入20%，那占收入的20%。那我们第一年的收入是600，通常我们算流量，我们刚才谈的时间假设发生在每期期末，但是投资发生在每期期初，所以在第一期期初，我们的营运资本需要量是多少呢？那就是600乘以20%，120，是吧？那第二年年初160，是吧？也是800乘以20%，以此类推，就是发生在每期期初，是吧？那这个就是用我们的第一行的这个，比如这我的收入哈，我们第一行的收入去乘上一个经营运资本占收入比就可以得到了。啊，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营运资本投资。投资的话，因为营运资本是帮你周转的，所以我们在算这个营运资本投资额的时候，是一个增量的概念，是用本年减上年，对吧？那你要考虑本年减上年的话，那我们这个临时点的120，本年120，那你以前有吗？没有啊，所以它就是120减零，那就是120，对吧？但是呢，第一年末，也就是第二年初是160。增加额，本年减上年，上年已经有120了，那你本年呢，只需要再追加多少40就够了。那第二年呢，本年减上年怎么样？不需要追加，就零，是不是这样啊？当然，这是我们考虑的营运资本投资，是吧？投资的话，我们就不用填什么负号啊，那就是投这么多钱。但是我们在考试，如果让你填现金流量表的时候，流量，我让你填流量，流量是有符号的，投资是负的，对吧？所以呢，我这块就应该填什么呀？负的120，这个呢负的40。那你项目终结你要考虑回收啊，对吧？你这个初始垫资项目终结第五年末是不是要收回来？收回来多少？160，对吧？就是你一定是把它以往垫资全部都给它怎么样收回来？
而且正好你看，我们第四年年末不是又投了160，我们第五年不干了，不就收160吗？是吧？所以这样，这是我们谈的有关这个就是营运资本的现金流量这一块，是吧？它实际上是这样一个原理。那你看我把这个题稍微变一下啊，如果我告诉你第一年的游客是4万，2到5年游客是3万，其他不变，就销量呢是前期多后期少了。那这样一来的话，第一年收入800，后面都是600万，那营运资本需要还是占收入的20%，对吗？那如果让我来确定的话，那我们说第一年的年初，营运资本需要多少？160，第二年年初120，第三年初、第四、第五都是120，对吧？就都是拿我的销售收入去乘上20%，而是翻在每期期初的。那我们的投资额是一个增量，本年减上年，零减去上年的，以前就是零嘛，对吧？第一次投，所以它就是160，对吧？但是第一年末呢，120减160多少？-40，这个是不是零啊？这都是零啊。本年减上年都是用本年减上年的营运资本需要量，没有需要追加的，那就是零。那我们要考虑和营运资本投资相关的流量呢？投资是负的，所以你在填的时候这块要加个负号，-160。而这个呢，是什么意思啊？因为你收入规模少了，我不需要再用营运资本，要提前收回了，提前收回投资，对不对？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反而负负为正。然后到项目终结呢，那你就要收回120，对吧？就是你回收营运资本。你一定要是，如果不考虑时间价值的话，他们加起来一定是为零的。这是我们谈的第一大块，就是建设期的流量。可能考试要是在主观题里头稍微麻烦一点，就是这个垫资营运资本怎么估算？还有就是，如果利用旧资产，我们要考虑丧失的变现流量，对吧？